大家好，干活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这边雷哥的杰作啊。由于是这个工具有限，这些墙都是雷哥纯手工给盘出来的啊。然后今天一看啊，你看这参差不齐的，还挺有那个艺术感。今天就准备这个厨房里面，雷哥全部纯手工打造。还有就是，这雷哥几个这回个毕竟要躲一躲的。弄完才能下本的。这咋回事？中间弄个山洞来着？这山其实挺好看的嘛。如果要是真山了，我就想住在这里了。啊，然后出门就可以跳水。不不，大爷，当眼金堂，你都住到这儿，几个这活都不用干了吗？我觉得我逃不了了。你像包工头都是这个样，到下午快下班了，回活了再回一锅子。绕点儿。大爷，啊，咱俩分点像，自己想想，那个判照也确实不好判啊。我感觉很美好啊。那时候这个我是想说这先弄一遍，这不中了都是再来第二遍。你不要自责啊，我要的都是这种似有似无的那种感觉。你看这边盘的多好，去你上那边，我赶紧在这边盘了。这在中间的，咦，这种真是好盘。艺术家的世界咱不懂啊。都这都有点干嘞，要不是我盘的能比这好。来抓一把水泥，我再给他铺铺。你是雷哥谁？专业，浩子。哎。用简单的话来说，这个叫盘墙；用复杂的来说，这个都叫表面砌墙工作。这一步很重要。第二呢，就盘不盘？当然呢，得给它砌一会儿，有点死。你先上一边，我先分墙。好。专业，知道吧？砌墙。摸那是手脖子还有点疼。我说这个可能是内伤。来着，大伟给雷哥看看咋弄的。我没给人看过啊。大伟就是。你搁这乱的已经。好了，已经干完一大半了。很快很快。大伟盒子那边有菜啊。你是喝的茶？中，知道了。这是领导来视察来了。好，欢迎领导。视察茶，我看这墙凹凸不平的，比公园的还要有。公园里边也是用这种手盘出来的。不是，我说这个嫂子的意思是，给你家来一个主题公园。天上人间那种。开干。活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啊，然后就是这个墙粉刷的还可以，不是这个，是你判的可以，很有层次感。哎，对，我就想给大家说一下，如果自家有这种难题的话，可以联系我，我不要钱。这个，你给面钱，面了钱想去判吗？吃饭你下面尿，哎，不对，喝碗面。